頭先講到呢個個案啦，印度籍嘅媽媽，咁就佢本身就係冇即係無業嘅，亦都係靠綜援生活啦。話根據資料所講，都話佢大約一年前就同個丈夫係分咗居，亦都相信話即係今次個案件可能都同家庭嘅感情問題有關，好多唔同嘅元素喺今次呢個個案度出現。你自己點睇？或者首先特別關注啲咩啦？或者今次呢一個家庭？睇落啦，就冇家暴嘅記錄嘅，亦都冇話嗰個疑犯冇精神病嘅記錄嘅，係咪都算係叫高危咧？你自己心目中咧？我諗第一點要講嘅咧，就係佢冇接受精神健康嘅服務咧，唔等於佢冇精神健康嘅問題。嗯，即係好可能即係話佢未被發現、未被診斷、冇接受呢一類嘅服務嘅啫。嗯，其實是如果作出一些即係日常運作不到，或者是出現嚴重問題、嚴重行為偏差咧，其實呢些都是一些失常的。咁當然我哋仔細詳情不知啦，咁不便即係喺度傾一些我哋不係幾知道內情的嘢。咁但係一般而論咧，可以話少數族裔喺呢幾年疫情受到影響咧，係相對其他嘅香港市民多嘅。咁因為我哋本身機構都喺疫情最高峰嗰陣時做出一個研究啦，一個調查啦，就發現少數族裔咧嗰個失業情況咧幾乎係五成嘅。即係兩個人之中一個人失業嘅。咁個重點咧就係少數族裔嘅家庭咧，通常係嗰個丈夫出外工作啦。那個太太咧就係留喺屋企啦，咁就唔做嘢嘅，通常都係照顧細佬哥啦。咁佢哋嘅家庭咧，亦都係較為多成員啦，平均一個家庭係五個人嘅。咁而香港嘅家庭咧，大家知道相對地小細嘅，就係2.7嘅啫。咁變咗喺經濟嗰個負擔係一個問題。情緒即係困咗咁耐，會唔會情緒出現問題呢？另外一個問題，當然你正話講過，可能一啲個人情感上嘅困擾啦。咁但係喺少數族裔裏頭咧，佢求助咧，特別係女性咧，就嗰個求助機會係低，佢哋嗰個意欲唔係幾肯去求助嘅。嗰、那個原因係咩咧？主要係文化背景嘅問題、語言嘅問題，定係各種其他原因？兩個問題都有，一咧就係嗰個語言問題啦。即使佢克服咗個問題，但佢未必會主動咁尋求一啲即係輔導嘅服務啊。咁亦都文化上有個差異啦。咁好多時往往咧，佢哋單對單咁你同佢傾咧。佢會傾出佢啲心事啊、個人問題啊、經濟問題啊，即係會講到出嚟嘅。但係舉個例，例如佢語文唔係幾好，佢要帶個親戚或者朋友同佢翻譯嘅。咁其他人一出現咧，佢哋嘅問題咧，唔知點解就冇咗噶啦。即係好明顯咧，喺其他人士面前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一啲親戚朋友面前咧，佢哋。不是幾願意透露屋企或者自己一啲嘅情況，咁、okay. 呢個文化差異者，即係都幾特別咯。